高雄房价六年涨一倍，平均房价每平超过20万，每平上看70万，至于有没有百万的空间，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。薪水不涨，房价一直涨，宜居城市变口号，年轻人越来越买不起房子，人口成长少，经济也没好转，高雄房价为何涨不停？打房政策不彰，政府成为高房价帮凶。周晚间8点南部开讲，面对高房价问题，政府打房政策完真的吗？投资还是投机？高雄房价何时回头？